今天啊，咱们开车来到了这个海洋所啊，海洋所这里的十字路口这地方也不少楼啊。这边有一个叫什么大肚山啊，从这里可以走。这边还有一个叫粤海园养老公寓。哎，咱们不行，上这里参观参观去怎么样？没去过啊。我有网友挺关心，说咱们银滩有几个养老公寓啊？那瞅瞅吧。啊，看这养老公寓啊。底下还有一些商铺，叫粤海园养老公寓冬季取暖房，正在进行中。从哪上呢？上去看看吧啊，了解一下情况。这个大家挺关注这个养老方面的事情的。今天冬天嘛，找个这个养老公寓来住一住也挺好。疫情期间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，咱不行拉拉看看吧啊。哎，这是粤海园养老公寓。哦，这还有个介绍。你好。哦，还得登记啊。好好好，行，来登记一下啊。登记完了咱们瞅瞅问问吧啊。这是前台，你好。这是你养老公寓前台啊。你好姑娘。这个什么人都能过来住吗？啊，对。哦。60左右的。嗯，对。那不到60能住吗？也可以。哦。咱们是社会养老。社会养老啊、嗯。您这地方有没有暖气啊？有。有暖气啊？嗯、什么？地暖。地暖啊？什么个标准啊？啊、嗯。房间是什么样的标准？现在是标准间。标准间。一个房间2张床。2张床。嗯。多少钱呢？一个月的话？是1500，吃住包括1500、嗯、是一个人还是？对，一个人。一个人1500块钱、嗯，是，管吃管住。对。哦，那还不错。哎，能不能带我们上那个房间里看看呀？啊、嗯，可以。是吧？嗯、哦，我们想考察考察看这边。哎。我这还有几个朋友一块过来看看。娱乐厅，哦呦，喂，你这娱乐厅够大啊，这么大，这边还有几个老人在这玩台球，哈哈哈，你们玩台球呢？哦，是在这，是这里的住客人是吧？过来多久了？在这儿？1个多月了。老家是哪里的？东北的。这老人家老家哪的？西北，东北和西北，多大年纪了？我70多了。哦，在这住的还好吗？好。怎么个好法呀？怎么好？老了吧？70多岁的人了，应该享清闲吧？享清闲。我觉得首先这个大环境好。大环境好。嗯，整个周边的这个环境啊，都比较好一些。对。第二个好呢，就是说来到这儿这个。我们这个这住啊，啊，吃啊，啊，玩啊，乐呀、啊，习呀、啊，各方面都还是不错的。这里都包括了是吧？都有啊。对呀、啊。哦。这房间里头，暖不暖和啊？暖不暖和？房间里暖和。20多度吧。20多度是地暖还是这个暖气片？这个专业我闹不清楚，反正是暖和。是暖和，那就是地暖，没有暖气片。没有。哦。啊，还打打没事打打台球，每天都玩吗？出去散步离海边也近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对，地势也高，对，哦，还不错的、嗯、就是说您是哪个小区的？我就在这附近呢、啊、就是在这附近住的。哎，对，那边没暖气吗？那边基本上没有暖气。没暖气啊？啊，就过来住这边来啊。这是这个咱们这个乳塞啊，嗯，存在着一个比较突出的这个问题。嗯，光有小区配套不设置不全面。对，把咱们那个微信上好多同志都讲这个问题。对，是吧？希望。所以说你就找到这家这个养老机构来。现在搞这个旧小区改造嘛，啊、这些事儿都整整好。对对。是吧？对对对。让政府同志们重视。
对，说得好，我上这边看看他们打乒乓球的啊。打乒乓球。哎，这边还有，哎呦，爱你所爱，这还有打乒乓球的。这位美女和这位大叔在这打乒乓球，天天过来玩的。啊，基本上上午半个钟头，下午半个。哦，上午半钟，下午半钟头。老家哪里的？我山西的。山西的啊，这位大姐呢？河北的啊，哦，也是附近小区的吗？啊，离这还挺远，在多福山的。啊，多福山那边的，搬到这边来住来了。对，冬天到这来住。对，这里暖和。哦，这暖和。哎，在这吃住都挺方便。方便啊。很好，对。哦。老板这几也都不错。我听说是挺便宜的这里。便宜。管吃管住。管住的。管吃管住，以前我上哪找去？对。对呀。对，老板也好。老板啊，老板。那个服务人员也都特别好。是吧？哎。哎呀，你看你们还打个乒乓球玩一玩是吧？很高兴。还有娱乐设施。还有娱乐设施啊？那挺好挺好挺好。你看，我告诉你，他不是单干户啊，他是双干户。那个男的是他老头。啊，是吗？哦，他老公在这边下棋。是老头。你好。哦，下棋呢？你们俩人啊？哎呀。开心呐、啊！开心啊！幸福啊！那怎么幸福法？你怎么幸福法？你看看，想玩就玩啊！睡醒了想吃饭又不用做饭，马上就现成的做，很暖乎乎的。很暖乎乎的。物美价廉。物美价廉啊！对不对？哎，你刚刚你是哪个小区啊？啊？你在住哪个小区的？我在山海天。山海天是吧？啊啊、哦，那多福山底下那块儿啊。哦，那边确实没有暖气，小区没暖气。哎，这个，没暖气，主要是没暖气。啊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小老弟不容易，搞得这家这牛津也搞得挺好。哦，物美价廉啊！你怎么听说这个地方的？哎呀，也是朋友介绍的。朋友介绍的啊，哦！你看这位奶奶，这奶奶多大年纪了，还喜欢下？82。都82了？你老家是哪里的？老家江苏。江苏的是吧？嗯。哦，你是哪个小区的？我是粤海园。粤海园的啊。哦，哦，到这来打下下棋，挺玩的，挺好，没事，对对，哎，挺有意思。你看，里面功能齐全，功能齐全啊，哎，功能齐全，连收费不高，功能还齐全。哦，哎，这个能，伙食怎么样？伙食挺好啊，伙食挺好的，健康吧。但是你说本来就是，你说它这个就够咱们营养因素够了就行了。哦，这样子的，哎，这个营养素够了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科学要搭配的科学，搭配科学啊，适合于我们中老年人，适合中老年人，很好啊。谢谢，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好好宣传。哎呀，我们是随便过来看看，也打听一下。我们这几位哥，哎，刚才那美女呢，领我转转去啊，看看。我们几个得转转看看啊，这是你们的这个，哎呦，这边还有一个舞台呀，小舞台，是吧？平常还搞的文艺节目吗？经常唱歌啊，跳舞啊，我们的一个小聚会呀，啊，都在这。哦，看这座椅还不少嘞，你看啊，这么多的座椅，这个厅大，我这个一个厅我估计好几百平米呢。嗯，是一个多功能厅。多功能厅啊，哦，这边就是海洋所的中心，这叫什么地方？这叫长江路和什么汇合之处？这是个什么？这是我们平常吃饭的地方。哦，小饭厅是吧？对。哦，嗯，我闻到有饭菜香味了。他们是在这吃还是在屋里吃啊？一般？一般是打回房间吃。哦，房间吃啊？哦，可以打饭是吧？哦，这是食堂是吧？哦，参观参观。这是咱们的小包间。小包间哦。平常老人就是过个生日啊，家里来客人呐，可以。单独点餐的哦，这样子的，哎呦，还有麻将机，这么大的卫生间，对，再瞅瞅看看。哦，这里是食堂啊，师傅们还正在忙活呢啊，哎呦，参观参观啊，师傅们辛苦了，正做饭呢，还辛苦呢。我们辛苦啥呀？我们过来看看，好的话我们也过来住啊。啊，来住吧。啊，是吗？哦，已经炒好菜了，炒了几样是吧？啊，看看，我看看看看，哦，中午的菜啊，哎呦，中午酸菜汤，还不错。你说交那么一点伙食费，能吃这样的菜也很不错了呀，是吧？哎呦我天，我们是顿顿有肉啊，顿顿有肉，荤素相待。行行行，你们忙活的啊，还在炒的呢。好，谢，我转转看看。
哎咦，好好，挺不错，挺不错。大爷可以打饭去了，现在。哦，该开饭了是吧？平常就是打饭吃，不在那里吃。疫情期间嘛。啊。打回去打到自己房间。啊，打自己房间吃啊。对对对。哦，对，这也对，这样更安全一些，是吧？对。行，你赶紧打饭去吧。谢谢啊。哎，客房是在几楼啊？三四五层，哦，没电梯吗？有电梯啊，每层都有电梯啊，每层都有电梯啊。哦，这三层了啊。对，三层。哦，看看，这跟那个酒店一样啊。对。改设施。哦，酒店的设施。哎呦，还有康复室。对，康复室。哦。309，312，都住人了啊！哦，得找个房子我们看看吧。啊，哦，哎呦，这是标间吗？对，标准间。哦，挺宽的房子。啊，一进来以后，这边是一个卫生间。对，是卫生间。卫生间哦，对，淋雨的地方啊。然后，哎呦，还有老人一个扶手。这挺人性化的啊、哦，这是两个单人床标间吧，是吧？对。哎呦，这房子挺大啊、哦，特别宽，还给配个柜子，配个电视。对，房间还有 WiFi。还有 WiFi 哦，还有 WiFi 啊，真不错，免费的 WiFi。这边是别人小区了是吧？对。什么小区？这个是？海林花园。啊，海林花园在这儿哦，这是银滩的小区了。对。哦。咱们是24小时热水啊。哦，有没有住人的房间？我看看。有。住人房间。哦，到一家看看啊。说。哎呦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啊，来参观参观你们。哎呦，这屋咋这么暖和？太暖和了。老人家好，哎呦呦，老人家好，老人家好。哎呦，看您这多大年纪了，人家？我85啊。85了。啊。哦，老家是哪里的呀？那是印的。啊？是哪条印的？啊，哪地方印啊？我是西镇过来。我这前阵儿。俺说一下啊。啊。哦，村里在这住，包个房子住啊。啊啊。哎呀，真好，真温暖。哎呀。这您。俺这大岁数。对。找个地方来。取暖的过饭了多好啊哈！对呀，下三顿饭吃着吃这个饭呢，还挺欢乎的，不是吃着烤人的，这是饭多样化的，还多样化的饭啊！还确实在这里他觉着挺好的。哦，这个岁数哈。对对对，多好啊，就是啊，这里的价位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什么？就价格。价格俺觉得挺便宜的，便宜的啊，就是他们说1500是1500吗？这个俺们来交钱的时候啊，学是1500，俺一次交4000块钱啊，这交这个4个月啊，4个月一天优惠，还给你优惠了啊，优惠1000块钱啊，这个优惠100块钱一个月哈，哦，就是1400一个人，都到俺听觉得挺高兴的来。来确实地暖呐，什么哈，温度也挺好的，还有这个再冷天有空调啊，对，半情况就是地暖，这挺好，挺暖和的啊，俺觉得。对对对，太，我一到你的屋子里特，哎呦，还是断桥铝的这个窗户，哎，阳光晒的多好啊，你看看，阳光照的屋子里，哎，你们还挺喜欢乐器的是吧？哦。哪些人呢？我是咱银滩的，银滩的，我们过来看看，想找个地方来住，过来看看。啊、哦，这不错是吧？呀，现在是交4个月的哈。啊。来取个那大洞哈。嗯。这边俺看着高兴啊，这全年呢，这大岁数。啊，打算全年在这住了。啊、就全年。就是说夏天在这住了。就是俺觉得挺高兴的，这个地方，无论过房嘛都挺好的。嗯。这个全年这么大岁数就搁这住。啊，对，比家里住强多了。哎，对呀，对呀。是是。真幸福啊。看你们那么幸福，我都在感觉特别羡慕。这幸福的晚年在这么一个养老公寓里啊，
好，谢谢你们啊，祝你们祝好啊！你看家里的家伙事儿都有，行行，再见再见啊！好嘞，哎哎，啊，这里还有药品管理制度，还有探视室，这什么服务质量评估、服务员绩效考核，蛮正规的。哦，这边是干啥的嘞？这边是，哦，电梯啊，电梯房啊，什么传染感染病预防措施？哦，确实是不错。很温馨啊！哦，这个地方，这时候还有一个什么文化阅览室啊，还有一个图书室啊，书画室。哦，这里摆了一个桌子上摆的就是一个专门画画的，是吧？这个簪子啊，喜欢书法呀、绘画的人在这个地方可以施展拳脚了啊、哦。还有一些书，还配了一些书，是吧？他们今天过来借书来看吗？还是免费借是吧？对，免费的，都是免费的哦，还真不错。这是电脑是干什么的？是给他们上网啊，查资料的。哦，是免费使用。对，全部都是免费。哎呀，这也不错，这还有人题词，是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呀？这字写的。人家老人写的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啊，这里还有具体的一些服务项目和规定，包括投诉这个处理制度啊。真全乎啊，制度化管理。哦，我这冰箱是专门给配的。啊，这是专门给我们的啊，给观音堂的供应的全配一的哈。哦。放这个。放那个放药的地方是吧？我看看。哦，保存药。哦，对对对，啊、真好。这个公寓还蛮人性化哦。哦，拿胰岛素，对对对。